是香港回归，觉得姚老师的带领之下呢，你看整个演奏会没什么话语，就是透过音乐已经说好了一个非常好听的香港故事跟一个中国故事。我觉得音乐最美妙的地方就是这儿，能穿透人心，透过音乐大家都可以表达对人与人之间对国家的爱，所以我觉得透过音乐什么话都不用说，都在心里。为了这次演出，其实我们做了几个世界首演的，一个是中国民谣的首演，另外就是小提琴有个曲子叫《海滨音诗》，以前是钢琴伴奏的，我们把它改成我们乐团弦乐团跟小提琴独奏这个首演。所以因为这是关于香港回归祖国嘛，所以我觉得弦乐团的作品其实不是很多，能够为弦乐团创作一些作品，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民谣，然后我们可以带到世界，这才是真正能够推广我们中华文化到世界上去。头先见到个表演呢，就心情好兴奋啦，同埋好感恩能够去睇到呢个演唱会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